大家好，我是王后奇。不知观看这支视频的你是因为啥点击来的呢？大家一定只是单纯的喜欢吃生蚝吧？对，吃生蚝，多数人都是从烧烤架上开始的。炽热的炭火把生蚝烤得滋滋作响，这就喷香的蒜蓉和小葱已经吞到肚子里，这吃完还要眨巴眨巴嘴。这玩意确实是好吃啊，一顿小烧烤我吃个几十个都不打喘的。不过在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生蚝之所以这么名声大噪，广为人知，可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圆圆你懂的。西方人把生蚝称为海中牛奶，是保持精力旺盛的秘诀。传闻18世纪享誉欧洲的情圣卡萨诺瓦，这一生之中啊，有过122个情人，其中不乏以卡捷琳娜大帝这种行客人物，而他声称的秘诀就在于每天生吞50只生蚝。在这之后，生蚝这种玄学功效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正常来说，只要传出啥东东有壮 man 的效果，人们就能把它从无威吃成极威。比如之前的荷花雀，这种鸟的数量曾经非常之大，但在90年代初期却莫名其妙和补肾壮 man 联系在了一起，在广东被称为天煞人参，现在已经成了极威物种了。很多面临这种境地的生物往往都和食补有关，但生蚝之所以还如此顽强，不但没少，还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吃。可不只是因为它们的好养活，更多的是人工干预的结果。你可知道，你吃了津津有味幻想着某方面功效的生蚝，很可能自己都是不孕不育的呢？这吃呢要看时令，不管是蔬菜还是海鲜，夏天的西瓜肯定比冬天大棚里的好吃。生蚝同样如是，北半球的吃蚝季是9到12月，南半球则在4到7月。之所以春夏的生蚝肉质不好，是因为生蚝在4月就会进入交配期，在这个过程中啊，它们没日没夜的交配，释放出大量的生殖细胞，肉体重量至少降低了60%，身体变得虚弱，甚至会发生死亡。虽说现在的冷链生鲜技术可以缓解这一季节性的问题，但毕竟是治标不治本啊。要想从根源中解决问题，那咋办呢？没错，科研人员就研究出了一种由二倍体生蚝和四倍体生蚝杂交培育出的三倍体不孕不育的生蚝。这听起来有点绕口吧，但其实是这么回事。生物学中的二倍体是指由受精卵发育而来，且体细胞中含有两个染色体组的生物个体。另外，由二倍体的体细胞培育而来的植物，以及由只含一组染色体组的单倍体，经过染色体数目加倍处理而来的植物，也叫二倍体。人和几乎全部的高等动物，还有一半以上的高等植物都是二倍体。而三倍体则是指含有三组染色体的细胞或生物，可由二倍体和四倍体结合产生。典型的可以看看无籽西瓜。而贝类的三倍体研究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热门。1981年，几位美国科学家利用化学诱导的方法，成功得到了三倍体的美国生蚝。正常的二倍体生物在性成熟阶段和繁殖季节，会把很多能量用于性器官的发育和繁殖，从而导致个体质量的下降甚至死亡。三倍体的动物则不同，因为它们无法生育，原本用于繁殖的能量就被节约下来用于生长，从而使三倍体生物具有生长速度快、个头大等特点，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1993年，这种技术更是得到了突破。郭锡明和亚龙研制出了100%纯度的三倍体生蚝，他们通过二倍体和四倍体的牡蛎杂交得到了这种稳定体。由于三倍体生蚝体型大、肉质好，一年四季都是肥美无比，近年来已经渐渐普及。你在烧烤摊大快朵颐的生蚝，99%就是这种三倍体不孕不育的生蚝。你还相信那种玄学功效吗？反正我是无所谓的，好吃就行了。这视频做的我口水都发发的了，我出去做一顿先，我们下期见。